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又来我奶奶家蹭吃的了。今天我奶奶给我做一种包子，就是用那个柿子做的一种包子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？来看一下。风从原野吹来麦浪响，吹进门里刮着呼噜飘得高。奶奶舀起清水的清凉，绿子喷火的面醒在案板上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，特别的甜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农村阿凯。